一世人，我无做过啥物歹代志，就这个代志，我后悔一世人。我唔知影，我是安怎徛到今嘛？假使讲人无过找人讲讲的，我唔知我演变成安怎。请你耐心听我讲完，我给你保证，绝对袂给你添任何的麻烦。当初是，我若无去外口阮阿姐，我就会拄到秀弟。伊就是我阿姐，还是讲？我若无拄到阮阿姐，今仔日这所有代志都袂来发生。小金啊，你过来。田本，这是你阿金。阿金你好。小金啊，有个田本啊，是我的孙啊。按今仔开始，伊要踮咱家住，去看一间白墙屋住。田本，田本啊，我出来去米行看卖。好。底下啦，咱一日搞这个意思吼，我才无咧自找麻烦咧。大家好，大家好。哎，田本啊，我歹听话是讲正常哦，我这个员工吼，无甲一个家家无非哦。你唔通就是讲，你是我的孙仔，就当凊彩。你若无认真甲我做信吼，我嘛无客气，照常叫你当食家己哦。是啦，我知影，我下好我就绝对袂平断。嗯，对啦，恁老爸老母后事拢处理好势啊？拢处理好啊啦。我刚才有到一空，甲大家斗相共。你若无，我一天我就发生这款代志，日常用我嘛唔知要安怎。好啊好啊，我是问你一个尔，你讲啊啰啰长。天不啦，我是搁警告你一摆哦，好好啊做事，袂使甲我分担哦。我知影啦，阿叔。好啦，我带你入来看卖啊。好，行。天本因为父母出了意外，双双死亡，因此来投靠他远房的叔叔，开始了他在米行的生涯。而叔叔洪有力的再三叮咛，更是让他无时无刻都战战兢兢地努力着。但是有一个现象一直困惑着他，就是他这个年轻的婶婶跟他叔叔之间的夫妻相处似乎不怎么融洽。这对老夫少妻的相处模式非常怪异，有力叔叔动不动就对秀珍婶婶拳打脚踢，出手毫不留情，好像前辈子结了仇似的，而秀珍总是逆来顺受。但是天本在他眼光中看到了一股坚毅不服输的拗劲儿，他不由得对这位年轻的婶婶好奇起来。因老爸哦，搁叫人比较自在嘞，头家搁唔放伊住嘞，最后头家又哦，只有嫁回来住宵啦。无你看，好一女的哪有插在牛仔顶啊？还搁有啊，听讲嫁回讲新娘搁捧一个因老爸新厝牌啊呢，就入大厅，红礼服一贴，内底竟然搁有一件毛衫呢。这里面在拍这水嘛，头家哪有可能放伊住啦？听讲伊讲暗哦，婚礼结束，因就伫房间内底拍，拍故意真好拢知哦。
真查某啊！你敢知你今日甲下偌大面子哈？你得好好一条魂底，你偏偏要甲当作怂的。阮爸是去予你害死，结婚的元首人提刀，迄嘛是应该。你敢点去？恁爸母甲你袂去卡扫，今仔就袂歹。你袂今仔慢慢好好教示伊哦。你袂跟伊讲啥物哦？别看袂起，你敢查某？你吃五斤男，吃五斤瘦，你不得继续拍？我就要看我妈今仔带进门的水母，有我的当有你白拍。好，我看你我八宝洞，八宝洞。好，我就不信讲你会忍耐一世人。带些查某，你们今仔就拍你死，拍到让你家己那个无才调的老爸去做伴。阿安，阿舅安，你们就是爱丽花，爱丽花救人，国舅啊，你是我开天出来无？是要给我生囝？你讲我要创啥啊？犯规了！走！你是我错，你走！走！你走！老婆，老婆呀！江江。在有利叔叔的家庭生活里，天本只是一个旁观者，谁也没想到这个旁观者后来却成了主导整个变局的最重要角色。这天天本照往常一样送米出去，谁知道米行内却发生了一件即将影响所有人往后命运的大事。笑亏啊！哎，那米放久本来就会生虫嘛。我哪知你米买回去外久，我要退货，我要退啦。哎，你这样讲话哦，真正足不负责任的呢。这包米哦，我才买回去一礼拜尔啦，结果下骹米哦，拢是米虫。你家己讲啊，这种米哦，该怎放的？你讲啊。啊，这洗洗冲冲就好啊嘛，我都唔相信讲恁家主公拢无咧洗米的。哎，我是最好听你家己讲话。你讲你讲老先生，啊不，你是要安怎？我都不相信，我做一间米行保证讲伊卖一个米卖生虫。阿陈啊，来，老爷子，门口小查某给我看下。没，我唔敢，伊恰到我是隔壁村娘村爷恰查某的，连到经过因家拢会闪的。我唔敢呀，我唔敢呀。
我哦，叫到你有命叫啦！让阮阿妈哦，本来身体超好的，而且哦，已经活到八十外岁啦，什么物件哦，都无食的咯，上侪啊，食这个病的物件哦，所以什么物件哦，都食袂落的，结果，结果就死去啊啦！有这病哦，你大家看啦，你看这个病害你，敢会当吃？你看阿田，过来，甲青光活动拢陪。哎，等下等下，我袂让你安尼好食困的啦。我爱你吼，买了两包新米。你，小查某，你去食屎！啊啊！我有钱没有？你有吃着无？啊！就遐蠢阿妈，你家的头家，跟我阿妈海死，无跟我回去的就算早去啊！杜桥，搁叫我去食屎！阿妈，你要叫我做些工作啦！阿爸，好了好了，今仔算你白衰啦！你有一个小查某，爸，爱两包米拢伫遮啦，你若搬的话，有菜条你家己去搬。搬就搬啦，林总嘛，我来叫你。还可以变老好啦！是，我看到这啦吼。阿嫂啊，你家己一个煮这些菜哦，遐侪新料食，会足好用哦。来，我给你倒三缸。要拿出去啦！卖这么冷淡啦，嫂啊，我是真正咧关心你咧。你先创啥啦？我叫你出去无听着，卖遐定地啦。关心你啊！想袂到吼，你安尼生气都这么古锥，这么骂人啊！若果你来遐吼，真正袂晓疼惜一下人，含这么水的某，伊都拍会落手。哦，我实在足唔简单，我好好惜一下吼。走来，小你死人骨头啦！叫你自己无听着啦！我真正，我真正，你先走，真正。你甲骗阿姐，你当作我目睭失明啊！你甲讲个清楚哦，恁拄才咧悠悠来，先创啥？我看说阿你无用，我甲斗啥？拢无创啥？无，拢无。你咧骗笑诶！你唔知哦？唔知你要讲何里事？你话见着伊哦，伊若果讲我下来出来，你要从何里用？你等。我。一个唔正查某。你伫当时啊，学遐妖怪杂货人啊！我哪有啦？你搁讲无？啊，无你穿这啥？穿这啥？你穿这毋是要妖怪杂货人要怎啊？啊，天气遐热啊，穿安尼较凉啦。遐热煞，你骗笑诶！你嘛袂记哦，你是头家娘哦，要夹到身上安尼，这你敢要穿安尼？你是要妖怪杂货人啊？我甲你讲无就无，无你穿要安怎啦？啊！你今日搞阴吹阴气，啊好啊！你咪今日无甲你教死哦，看你敢甲你穿这啥？奇怪啊！迄，啊，这么晚，不能让人兴致。
伊老公去死啦！一天到夜还要找我的麻烦，为着一领衫尔，甲我拍到安尼，假还要淋雨我尔。食饭，食饭，歇睏啦！食饭啦，食饱人家管伊叫做事，莫逐工啊，互我坐一个嘛咧。好啊好啊，食饭啦。静静啊，我小等要来林下休息，你店顾好。啊，时间也到吼，叫田本啊问关，看会先转去厝，知无？没啊。田本啊，你若真若交代你的代志吼，爱会记得做吼。我来，我知影啦。哦，大家饭紧食食，嘿，食食紧做事，唔通分担。从这一天起，只要天本一落单，秀珍便会有意无意地对天本示好，有时候甚至还故意以身体肌肤去亲近天本，嘴角还带有一抹似有若无的微笑，弄得天本不知所措，无从招架。憨厚的天本又怎会知道他已经坠入了一个已经设计好的温柔陷阱中，他原本平静无波的人生即将要掀起一场惊涛骇浪。这个，我咧拍鸟鼠啊，但是都有鸟鼠啦。
有啦，拄只只一条，这大车鸟鼠呢，啊看迄个落大雨，我毋知，才来甲看麦啊啦，真够歹势啦，啊等下吼，小姐我来去困啦，吼。好啦，我逐日较早困的啦，遐阿妈妈安尼叮叮嚷嚷啦。好啦。 你啊，你若搁敢阿偷食这款药啊吼，你甲我试看嘛，我来甲你剁到去死角，愈看愈气，臭查某。秀珍有心让有力绝后，她决裂的个性引发天本的关怀。 痴男怨女即将爆发出惊世骇俗的逆轮风波。阿静啊，阿静。 你回来啊！啊，你唔是伫个米店？我着计生巴肚疼哦，来看你原状啦。对啦，昨昏来是毋是给他拍一个严重的？田本，对我来。 照片足疼的，紧甲我告一个啦。无要紧，天本，昨暗多谢你啊，但不是你救我，我恐今仔早就去恁阿叔拍死。 伫这间厝，都今仔你对我上好啊！你敢知影我是安怎会去互恁阿叔拍？因为我食迷信药的代志，去互伊发现，伊气到强要死，所以才想要甲我拍死。阿姊嘛，你食迷信药啊？ 你也知影你醉啦，我甲阮一家吼会遐尔受气着。我绝对袂替恁阿叔生囝，死都袂死，我死都袂替伊死啦。姐，你，天不，你好歹也是一个家的人，你给我死也袂错。 你大哥电话不是吧？都是妈，啊，我都是跟你弟，你妈，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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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晚上，天本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脑海中甚至还不时闪着他搂着婶婶秀珍的画面，直到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才把他又拉回现实。一看到有力，天本还心虚的以为是下午之事已被识破，谁知道有力只是因为明天一早要北上去收一笔债务，于是才趁现在来跟他交代一些琐事，吓得天本是头皮发麻。隔天一早，有力便搭车北上，而天本也谨遵有力的吩咐勤奋工作，只是个性单纯的他又怎会知道一场无法避免的情欲纠葛正虎视眈眈地等他入瓮。静嘛，我无这个意思啦。你就是这个意思啦，我那也歹命，我看我本来死死的好啦。你阿静，你莫安尼，你放屁啦！阿静，你莫。
小弟啊！死老狗！哎呀，天分，你起来了！死老狗回来了！什么？你回来了？叫我叫你衫裤穿穿，紧走！紧来啦！我伫咧睏啊，边哪有听到？哦，对啦，我无伫这段时间，也无啥代志啦，哈。无啦。啊，天不带人嘞。我拄才睏起来，我边哪会知啦？哦。就这样，两人的第一次不伦关系算是平安度过了。虽然第一次偷情就让天本吓出一身冷汗，但在秀珍有意无意的挑拨之下，两人的关系也就这么开始持续下去了。为了避免让有力发觉，两个人总是十分小心，不是借故去养鸡时在柴房内干柴烈火，就是相约厕所里温柔一番。日子久了，倒也熟能生巧，平安无事了。只是人算毕竟不如天算，事情该发生的时候，它就一定会发生。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讲。什么代志啊？我迄两个月无来啊呢。你两个月无来哦？天本，你敢会有心哈？袂啦，你可能想伤多啊。我咧想吼，你可能即阵仔有较忝，所以唔才慢来。放心，我即刻几两工就来啊。希望是安尼啦。别有代志，好。先创啊！第一走脚去啦，我看我无闲哦。好啦好啦，阮幼丽兄哪无伫咧款呢吼？你是搁想要创啥？我哪敢想要创啥？我无先甲猪肉赶来走脚吼。创啥？你敢放开啊？我已经杀你足久啊！你还真点，真坐得好。真孽草啊！阿幼稚，你唔惊你大号啊？快放开啊！真坐得好啦，放开啦！幼稚兄伊袂知啊，来我真点好。袂知你死啦！真好啊！天本，阿静，你完了，你对咱阿是？无啦。你爱些创啥物啊？天本，我恁阿静呢？你敢甲我拍？阿静是安怎？阿静袂使咧乌白来哦。你娘较好啊！你安尼无大无细，敢讲者，看你爸安怎甲你收你起来。哎，你破坏啊！太棒！太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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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静，阿静，叫你叫医生，叫医生啦！阿静，阿静，无代无食的昏昏的，骗笑的，哎，你莫在咱四家计话边头来讲哦。中医啊，红诶，你小心啊！有安尼，我倒是有啥，后日逐工所想的啊，你小弟啊，两个月薪啊，你哦，别做老爸啊了，我要做老爸，我要做老爸，哈哈哈哈哈，真实的哦，真实，真实，真实。
黄的啊，你这边的药才有效了。我才吃不外久尔，我摸到有事啊，我就要做老爸啊。安尼好，安尼好，我才欢喜呢。安尼啦，我送你出来，先算我包一个大红包。买！啊不！无呐，安尼啦，我吼先请你，你用两百来去讲。好，这我上爱。啊不，行啦，我能行行。你爱这边的对吧？哎，我这边我上爱。中医啥？家己拢要做老爸啊，敢无欢喜哦？嗯。也毋过，我无着确定讲这个囡仔是毋是你甲我的囡仔。你是来讲啥？这个囡仔当然嘛是咱两个的啊。你甲阿叔是翁阿母。这囡仔，反正是阮阿叔的啊。天本，我是查某人，我的身体我家己知影。我甲迄个老高结婚遐尼久啊，连一两卵嘛无。我是甲你做伙了后，才有生的呢。再讲，迄个老高早都袂用的。怎么过你之前，唔是用一个啥物未生的药啊？唉，我唔知影。田本，来，你问看卖，这真正是咱两个囡仔，知影无？嗯？戆戆的。哎，感谢！来，大家好！可以啊，可以。用菜，啊！我吼今仔是足欢喜的啦，哎，大家免客气，尽量吼，啊对了，阿田，我敬你一杯，来。啊，头家，莫安尼讲，我会惊啦。啊，来啊，头家，恭喜哦，头家，恭喜哦。多谢，来，大家坐下来，来，吃菜，尽量。来，安喏，大家坐，饮一杯啊。去叫咱阿公，有许个知影啦。来，哎，恭喜哦！来，我今年好大。好大。感谢。来，你给我，来，好大。过来哦！哦，你的酒酒啊，你讲哦，我一个温家哦，阿爹，哎，无搁起来啉，起来啊，嗯，阿嘛真够啉嘞，天不累，阿姐，我陪阿姐啉，来，我敬你阿姐，来，嗯，哈哈哈，阿姐干嘛？天不啦，我一个好孙啊！你敢知影阿叔今麦的心情？无我欢喜咧了，阿叔要做老爸啊了！阿叔这世人头一摆吼，欢喜个安尼心情，哦，足开的，唔知要安怎讲你。阿叔啊，哦，我嘛头一摆，甲你同款哦，有这尼啊复杂的心情。啊！你也有这种尴尬是吧？阿姐 ，OK， 我知。你也有尴尬啦。阿姐，我跟你讲，我呢有家己的囡仔，迄种心情，这么啊奇妙呢。哦。你讲这是什么意思？你敢体会会出来？啊，你也无做老婆啊！来，阿妹也要跟你讲。哎，我没做老婆。天不啦？你做老婆啊？哎，记得过你吗？天不啦？田伯老，你才拄仔讲一句话是啥物意思？你拄仔讲一句话，
什么意思？你刚知影迄个时阵，我的心情有偌复杂。虽然我是做老爸，也毋过将来出世的囡仔，甲我同辈，算是我的叔伯兄弟。这件代志，伫个无人知影的状况之下，就安尼一直保持落去。谁知影？经过亲戚了后，煞便是我另外一个痛苦的开始。真新的了，跟我讲醒醒了，嗯，哎呀，干嘛这新的嘛？咋不了？初当了父亲的心情，让有力兴奋的好几天睡不着觉，只要逢人便大呼痛快。只是才高兴不了几天，却撞破了他一辈子的梦魇。秀丁啊，秀丁，秀丁啊，你咧是咧做啥？这是，我今日去庙的哦，求两个平安符啦，一个挂在你家，一个挂在向阿公遐，安尼恁爸阿囝就一人一个啊。安尼咁好，万一那小芬阿叔知影。我是要来解释，你唔免甲伊解释啊，因为咱都要离开家。你讲这个是啥物意思？田本，你带我离开家，咱一家伙仔去一个无人识识咱的所在，重新开始，好无？安尼咁好。秀珍啊，你哪咧考去甲看卖一个啦？秀珍啊，秀珍啊，你去。这还是走倒去。我唔敢，我做袂到。你做袂到。你这也唔敢，那也唔敢，田本啊，你到底是不是查甫人？秀珍啊，你莫阁逼我啦，万一对不起阮阿叔啊，我袂使阁再害伊啦。你，秀珍啊，咱即卖咧敢是真好，你、我，还阁有天强，咱一家伙啊，毋是活在咧感情的厝内面。天强是你的亲生囝哦。敢讲你真正愿意一世人看伊叫别人老百姓？你安尼做对伊敢有公平？你讲啊！
秀珍啊，秀珍，啊，一桩代志啊，咱秀珍啊，秀珍，秀珍，你讲啊，我唔管，我一定要你带阮我囝入去食。就算讲你会当忍受阿强叫别人老爸，我嘛袂用个忍受咱个囝叫迄个死老狗老爸啦。伊是我甲你生个呢，你若唔带阮我囝走，我就把所有代志拢讲予迄个死老狗知影。秀珍啊，你较冷静个，莫遐大声，即嘛是半暝啊呢。爸啊，恁爸叫啥物拢知影。阿叔，嘿，啥人阿叔？你一对袂晓介绍狗人物，你即个贱人，你袂起来就要拍予你死。阿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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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姐哦！你跟他相比，你是最不要介绍到老路啊！贱人啊，这种不要介绍代志，你也做出来，我怕。阿姐，阿姐啊，你是卖出去，我真忘唔掉，你要拍阿姐啊！贱人啊，相对，当我收你这贱人了吼，我再找你算账。阿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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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怎？啊，是甚物代志？家己甲安尼，真害啊！医生啊，啊，阮阿静，伊到底是安怎？啊，就吼气了过头。中风啊呢？中风？是啊，啊本来吼伊喘不得悬，啊即间佫起甲安尼，强惊吼半身不遂。啊，保重，我先来。医生啊，多谢，顺行啦。有力中风了，如此一来，他与秀珍的相对关系立即互换。行动不便，加上老婆偷人的噩耗，让一直以来总是意气风发的他，犹如一只斗败的公鸡，挫折不已。原本是老来得子的兴奋，如今却变成替人养儿子的悲哀，这叫他情何以堪呢？而秀珍变得更深沉，他有恃无恐地一步一步在进行他的报复计划。有力虽然还想像过去一样的虐待秀珍，只是到最后却也更叫自己难堪。我你今晚想哪？来呀来呀来呀，我快过来嘞，过来呀！你搞。关房间这么久，一定会有人来找我。到时阵我都要让你好看。哦，那这点哦，你会当放心啦。我已经甲大家讲啊啦，你即马哦，因为半身不遂伫个啦，迄脾气哦，足歹。若不是啥物件哦，我就甲我拍。大家拢已经讲好啊，袂有人来看你啦，才袂害我再互你拍。谢谢你。我已经要甲全镇阿头的人讲，恁两个袂计少的代志，到时阵，予恁爸当踮镇阿头去吃去。哦，哎呦，我就惊呢。好啊，你若唔惊人讲哦，你是一只老乌龟哦。我嘛无要紧啊。啊，不过吼，即卖有一个足大的问题呢，就是唔知影讲。你是要安怎为只爸出去吼？好，你这死人啊！你妈哪跑？要以前把你叫我转跑，安怎？今嘛连家产拢偷倒转来，都还没去，你不是啦？我跟你哪打保哟？哪哪跑？拜托你，你敢有想过你像以前咁快？大小姐，你卖走，大小姐，你这高人哦！我绝对袂放你煞，我绝对袂让你好过瘾。
我感觉奇怪，啊，平常时都拢伫遮，今仔哪会无看人？嫂啊，嫂啊！嫂啊，我甲你看猪肉来啊！唔知有伫内面无？嫂啊，我甲你看猪肉来啊！ 我来滚生笑的啦！家长，我来去找高志啊！啊，如果来去找高志，好听点无？中午，安尼样子无？哎，高志啊，你来啊！真！高志啊！哎呦，有咧啦！啊，你唔是人无爽快，要唔到厝好啊？休困，来遮是要创啥？高志啊，这件代志足重要的，你一定要甲我斗相共。啊，是啥物代志啦？ 哎，天不能这个囡仔来安尼，啊，明明都约讲中道，还搁转来，哪会到这个时阵还无回来？真害！哎，等一下啦，阮啊，我有一个无好的感觉呢。袂啦，你放心啦，高志公对我真好，你莫好白想。 高姐，等下，回来。你要无？高志刚，哎呦，你这个囡仔哦，哪会人等遐久到这么才回来？哈？太衰啦，高志刚，啊，我着送你去隔壁阿庄啊，着到时候，刚刚拢嘛休困，无脚手，好佳哉，阮阿舅你甲斗相共。高姐，哦，收电啊，你也甲伊同齐回来啊？哇，安尼上佳拄啊好，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哦，天分啊！ 阿姐，啊是安怎许？看着我，敢若看着鬼了。来来来，坐啊坐啊。哦，坐坐坐。高姐，啊，今仔日是有啥物代志是？哦。 人伫咧讲不孝忧伤，无孝为大啦。不孝忧伤，无孝为大哦。天君啊，你甲看，看恁有力气啦，我尔甘心了哟。无想讲伊家己个身体遐尔歹，还搁伫咧关心你个代志呢。人是伊甲我提醒哦，我准备叫伊讲你个年岁遐济啊，你应该爱结婚了啦。 结婚？是啊，我今日是咧介绍一个小姐来甲你熟识。来来来，刘春啊，咱就来。哎，高姐，阿妈，你对这头讲起啊，啊，田本啊讲出来。好啊好啊，是啊是啊，我甲你讲哦，我找几下，等下你找到这个杨小姐，唔但人水温柔体贴哦，乖巧温顺哦，佫贤俊家啦，啊，这个哦赞，哎，我一个人你就拢得袂着呢。 嘿啊，我拜托我一个人事哦，才甲伊才答应，这个人赞赞。对啦，真无简单哦，啊，那恁就叫迄小姐出来。好好好，哎，麦当伯啊，赶紧抓出来，我紧啦。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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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安怎？杨小姐，你有介意无？嗯？高志公啊，我今嘛也无想要结婚啦。高姐，我嘛无赞成啦。小弟啊，你，
哎呦，你算了，目睭本来是大呢，你应该甲我斗相共甲苦恨十点，连你也使讲这款的话，啊？我，告一讲啊，你嘛命较紧啦，想甲去即满吼，无想要结婚，嫁进无关系啦。你讲这是啥物话呀？你敢知影你的爸母要未过身的进程，都直直甲我拜托，叫我带伊找一个查某囡仔，互你早日结婚成家呢？ 啊，不，这个高职工啊，嘛是将你当作家己的孙啊，也是甲你疼惜啊。今仔日恁若有准让我这个高职工啊吼，就爱有高职工啊，甲你安排到这个婚事啦。也嘛早会当哦，高职工啊完成到一个心愿。高职工，我这个高职啊，你吼可能是惊讲若共娶饲人袂饱啊，所以吼才拄着咱的好意啦。是讲天分啊，这你放心啦。 你若结婚吼，啊，就一个嫁嫁妆的，给你吼，开一间啊米家，互你做便头家，啊，迄个时阵，你着拢免烦恼啥了，啊，你嘛无理由拄着阮的好意啊，对无？哈哈，哇，安尼真歹哦，真歹哦，哇，安尼实在太好哩啦！老实讲哦，我嘛想袂到讲你会对天分来遐好呢，当初我要带去你的米店。 做事的事，我还要当官袂放心的哦。是啊，我个四丁啊吼，拢将天本啊当作家己的亲人，你给疼惜啊。就这样，天本与美娇的婚事便定了下来。无论秀珍有多少反弹，但碍于九叔公在洪家家族的地位。 也只能暂时先隐忍下来，决定一切等婚事结束后再与天本从长计议。来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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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多谢大家今仔日来搞阮田本来的意思，啊来老师，咱唔免客气嘿，尽量吃，尽量啉，来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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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出房间哦。阿妹，对对对，嗯，快，我叫你，嗯，嗯，来，嗯，来来，大家来，嗯。啊，杨三，杨三，杨三。麦见，麦见，我麦见你。以后我伫查房间，一定要来。
恨、嗔、痴，原本就是尘世男女最无法超脱的人性欲望。若是这份纠葛的情欲又掺杂了不纯净的乱伦关系，那么最终的下场绝对是天理不容。剧中的女主角吴秀珍，在长期遭受丈夫洪有利的凌虐下，竟然为了报复有利，诱拐了有利的侄子天本。 与之干出，甚至逆轮的勾当，到最后自己也深陷情欲而不可自拔。姑且不论秀珍先前的命运有多么的乖舛，一旦逆轮，便难逃天谴。何况最后，她竟然还对有利见死不救，罪上加罪，秀珍终将报应随身。她大概做梦也想不到。 他的人生，竟将因为他一时的爱恨偏执，从此不得安宁。